国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直播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那先跟各位拜一个所谓晚年，祝各位在猴年行大运，那赚大钱，财运开，那财源滚滚而来。那相对的，我第一段车标给个是什么？欧龙谁都爱赚，爱赚，怎么去赚？去年怎么样我们不管，但是你今年一定要想办法去赚到钱。那如果赚到钱，如何赚到钱？如何赚到钱？那就你就要仔细听哦。我是跟各位讲，你做股票只要事先算出个股或加权的高低点，你就可以赚钱。那做股票不要去追涨多的股票，你不要追，你事先算出来在低档你就用力买。那在低档的时候一定是所有人都看不好，所有人都不敢买，那你要买，这就是二八法则嘛。大部分看法相同的人是赔家，是输家。那你要有事先预算的技术，那这种事先预算的技术，所有投顾老师是没有，只有郭先生有。我没有跟各位讲谎话，大部分的分析节目都在讲涨很多的股票，都在讲绩效，那绩效就代表已经涨很多了，那木已成舟嘛，已经涨上来才跟你讲，那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在讲的都是现在在低涨的股票，未来会涨的股票，听得懂吗？如果去买低点，好，那事先做预算。好，那我在封关以前没有去预算今天的一个所谓的高低点。好，那今天高低点，加权的高低点怎么抓？来，短线上的哦。好，那么看一下电脑，今天开红盘，跳空下开，来看电脑。今天是2月15号，开盘是在这里。那你如何事先算？我只是要看到开盘这个点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我有带棋子，但是我不会在节目上面，我不能预算棋子，因为金管会有规定。但是我如果抓得到加权，那棋子我一样可以算啊。我有带棋子会员，听得懂吗？但是我不能事先预告，那我可以预告加权。了解吗？好 ，OK。哦，原来今天的低点是在7965，今天开盘最低7953，这里就低点。然后它会涨到哪里？这个点，今天的高点8074，我这边算8080。事先做一算，我有看到后面吗？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我的技术分析是事先预算。当你看到开盘这个点，你就知道它低点在这里，高点在这里，听得懂吗？那你这样才可以赚得到钱。好啊，这个哪里可以学得到？你是我会员，你就学得到。你是我会员，你就学得到。好，那明天怎么做？来，我在预算加权呢，这是加权的部分。因为棋子它是可以做交易，所以金管会规定不行预算，不能事先预告。好，我可以算到明天的三关价，今天在这里，我已经算到明天的三关价，我已经算到明天的三关价。好 ，OK， 那明天怎么算？2月15号，我们讲2月16号加权技巧，那这个哪里学得到？你说我会，我会教你。好，正对收向上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外面没有这种技术啊，只有我有哈。这是短线上的哦，正对收向上在8126，双关价的上限在8130，对不对？今天在这里我是算到明天，然后呢，正对收向下在8006，双关价下限在8002，今天就算明天。所以2月16号加权计价，这事先做预算。那我有状，如果说有状况，我们明天一看嘛，开盘的位置我一调整，我就知道明天的高点跟低点。那你最少基本动作事先预算算出来，所以2月16号短线上是这样。这短线上哦，加权的部分8005 8130，啊，先到先做，好 ，OK。那你看到节目，从来没有人给你事先做预算，好，而我这个都是有所本的哦。有所本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谈谈加权的一个部分。
好，再来谈个股。来，加权这个低点，我事先算出来给各位，对不对？好，前面就不用谈了，前面那已经之前已经谈过很多了哈。我没有看到，那告诉你，这边8393，它会跌到7728。这最低来到7627，那为什么今天来到这边它就做反弹？你会不会算？好，我没看到后面。今天开红盘，很多人看到，我们休盘期间美股、全球股市大跌，啊，你惊到要死。但是你如果懂得我这种算法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今天7960由这一段算出来，7960今天的低点，今天最低。7953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今天跌下来，很多人惊到要死，对不对？就是涨上来，这重点是，你不用去看有没有护盘，你只要看这个就好。啊，今天最低7953，那跌到7960以下，你看不好，我看好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这种事先预算的技术哪里可以学得到？来，我们2月底开课哈，会员的部分。会员部分我会教你，三关价、双关价、趋势转折，好，中南部的哦，中南部的在2月份，我已经在抢场地了，好，那你来我会教你如何去算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再来谈谈个股的一个选部分。当然，现在一个重头点，好，这我之前讲过，昊鼎钱多的欢迎去买，很多人跟你讲，生技股的一个说的昊鼎跟中裕。这两档股票之前在高档的时候我怎么说的，我没有看好，很多人在这里才在讲昊鼎，那时候我一直讲说750以上你不要做追，好，那我跟哥讲这个点会来，那这里很多人说看到它会解盲，解盲会过，用卡刀行吗？才不会过，有没有看到？如果你是原始股东，你是10块的原始股东，涨到6700块，不管解盲有没有过，我一定卖。你要主力的一个所谓的思维啊，哎，这些是原始股东啊，原始股东都10块钱、20块钱的，对不对？涨到6700块你不卖啊？那解盲过了以后，他卖的更多。不管怎么样，已经赚那么多了，一般人他会卖，对不对？那昊鼎。管你的，以后再来成立一个号呆就好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这已经在告诉你小心。那我之前有用生技的指数算给各位看，对不对？我有算过哈，你别给他公布哈。这个高点我自己算出来，245，我这边算253，再给各位看一下，我都没看到，由这一段算出来。253这边245，那这生技股的是高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低点大概在100这附近，我这边算95，然后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好，这压回这个点120，这边算125，好 ，OK， 那之前拉升上我告诉你195以上不要追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在这里，那你要小心。它未来会回到哪里？我现在已经在讲生技了。那如果在结构上，一般来讲，电子股跟生技股它呈现的是跷跷板。那生技股如果未来会跌，那电子股当然就会涨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生技，好，所以都告诉你，生技的它可能还会再跌。那生技会跌，那资金它会移往电子，所以我都跟哥讲，在低档的时候我就很敢买哈。来，景硕，这苹果供应链的，之前没人会买了。来，我在这里买，这里买，都是在低档。那这两个位置，这我之前买了，它是在高档的低档，高档还低档，再把它还原全值一下哈。是最高139点，我算135，然后来到这边我会买，我专门在买低档。那这种你做股票懂得再买低档就好。来，
我不是现在才拿出来讲的啊，我都专门在买低档。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这里算出来，要不要再给各位看一次？好，这是所谓的瓶盖股，我没看到后面。好，这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哈。那100多块、120、130都有人买，但是呢，我都算出来，哎，来到这边它是买点，锦硕。1月14号买，1月22号加码。老师用嘴巴讲的不算，我之前就已经讲过，而且我证据都有拿出来。1月14号买，1月22号买，我不是对着才拿上来讲，我都事先讲，低档买。如果投顾老师没有这一张，那。没有这种扣讯单，哎，因为这有法律责任。那很多老师是没有，什么涨上来他都有，哦，那你就去信他吧。哦，我这个都事先讲，我做的时候都事先跟各位讲。好，那现在来到这边，那重点我不是在跟各位讲迹象，我在这里买，这里买，14号、1月14号、1月22号，现在已经来到7几块，那这里是不是低涨？你做股票，我一直跟各位讲哈。如果你做股票不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你不会是赢家。我绝对不会去买现在在涨或涨一段的。而且我有跟各位讲，投顾老师只有我的三步政策：涨多的我不会买，大量的我不会买，过高的我不会买，我都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在低档买，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包括6269，现在80块，来。这是苹果供应链的股票哈，6269，对，从这一段算出来，哇，这里是买点，这叫台骏。那这里叫破，这边如果跌下来，这叫，如果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这里叫破线，加起一条 neckline，破线你会不会买？不会，我事先算出来，我会在这里买。我有没有买？1月14号买，1月29号全体会员买，1月14号这一根买，1月29全体会员买，这一对不对？有没有1月29号这一根嘛？1月29号，1月14号，1月29号，我都是买低档。我不会笨到在这里买，就跟现在有很多人每天都在讲胜利，60-70块不买，200多块再买，再介绍是不对的。但是呢，你要体谅这些老师嘛，他不这么讲，怎么收得到会员？哇，你看这胜利涨了4倍了，哇，大赚！第一，没有扣讯单，没有扣讯单。要有这一张啦，没有这一张，你笑一下就好。像我买台骏都有，我买锦硕都有，这是苹果供应链呢，儿子在低档买啊，包括 TBK 跌到55块，跌停板有没有人敢买？散户都砍单呐，我一定是在低档买，这里都没看到，由这里算出来，这附近是买点。啊，这里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这一根这里有个颈线，这叫破线不能买。不好意思，我专门在买破线，低档买。那个时候你看到55块，现在你看到是73块。做股票就这样啊，5490，同亨 ，Apple Pay， 来。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跌下来，告诉你这一个点，站上62块，它是买点。我没买，有啊，我还没什么赚钱呢、啊。1月27号，又在这里买。啊，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？低档嘛，高档在这里嘛，
高档在这里嘛，哦，在低档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呢拉升上来，相对呢，明天我会买什么？买什么股票？我直接跟各位讲，明天我会买宏达电。明天我会买宏达电，我今天就讲了。啊，你说啊，老师，那我看电视节目来做就好了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但是这已经告诉你，哦，很多人在用贴贴乐啦，哎呀，啊，什么股票？你打电话进来，我送给你。你打电话进去，他不会送给你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你打电话进去，哦，他不会给你的。然后呢，到时候涨上来，他再把那个字填上去，是股民填上去，哦，什么涨很多？啊，你在那堆心肝，啊，我没做这种代志，我不屑。我明天会买宏达电，我明天会买郁金光，我现在就跟各位讲，好，所以这就是我的风格，我的 style 啊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讲，联发科跌到200块的时候，不会有人要。那我就会买啊，我就会买啊，我就会买啊，我都事先做预告呢。现在在200几，还没有涨，我就讲，大部分人不会去信任这一档股票。我买这里，买这里，买这里，联发科我在这里买，那这一根是破线嘛？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破这个 neckline 颈线？破线以后，我开始再买。好，我做股票就这样哈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如果你做股票，你没有事先预算技术，那你不知道低点在什么地方。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你一定是破线不敢买。那我事先算出来，破线以下的正确点位什么地方买，我都会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在教投资朋友的啊。所以我等于讲哈，赚钱有技术，你要找我；赚走跋筊，请你找别人。哦，那如果你之前做股票都是用追的，那猴年开始，你在乌龙蛇斗，人爱变鸡爱庆，啊，人爱专门乌龙蛇斗爱专门，啊，你要专门无？你若不爱专门，你就去继续，看到起就去量嘛，看到落就去抬嘛，啊，你永远是三做四唔对，十做高停损，听我的意思无？我聆听我教，好啊，你就跟着我就对了，我教你。如果事先预算技术，那我们2月份啊，这个月开始开课，我会瞧地点台中跟高雄啊。那需要帮忙，想要赚钱学技术，而且你一辈子受用，你花一点点的费用，但是会改变你一辈子操盘的方式跟方法，而且你永远都在跌势的时候买，因为我已经教你如果事先在低档买，那对你有没有帮助？你自己。算盘叠叠的，好啊，先加你一头，哦啊，给各位一点忠告。你做股票，如果想要赚钱，只能怎么样？只能怎么样？这句话送给各位，只能压回整理跌势买，不是听人在讲涨很多的股票，不是买现在在涨。好，需要帮忙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。好，2月底开课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，再跟各位继续谈。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如果要赚钱，你一定要学事先预算技术，加权跟个股高低点你都可以自己算出来，我会教你，我已经训练很多高手了，那改变你的人生从现在开始。那我们2月底开始开课，台中跟高雄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那一辈子受用的秘技，今天全面给各位5折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福报平安，花开富贵，新年到，财运到，奇葩投顾迎春大回馈，年年发贺岁专案，优质名师团队，领先正确资讯，最大的优惠，最佳的绩效，通通都在年年发，让你财富连连发。奇葩投顾祝您财源滚滚，好运来，日日进财，年年发，要选就选最好的奇葩投顾。
02-2389-8689 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好，话回到现场，那明天我在加码宏达电，好，事先跟各位讲，我会开始买玉金光，好，这事先讲给各位。那为什么要买宏达电？哈，来，之前宏达电没看到，来到这边，那时候告诉你亏 1.5 个股本，很多人砍在这里，那这个点我就跟各位讲会涨到这里，没人给我相信，那随便你，我都事先讲的哈。然后呢，我说一个技术看不出来，再来一个 once again。好，双技术，我不是这种技术而已啦，你以为我这用切割率三关价而已、喔、不止啦，8786，所以你看这边最高87.3，有没有87.3？那这里一堆人进来买，好，来到这边，我说压回来，如果来到69块，我会买，对不对？87块，我叫你要跑啊。然后回来69块附近要买，你会买吗？不会。宏达电，啊，我这里买，这里买，还没开始涨我就讲了、哦，我没买，12月15号买，1月8号买，12月15号、1月8号买，那今天呢？哎，现在公布财报对不对？哦，去年一整年。真的是亏1.5个股本，那今天又一堆人看坏了，尾盘的拉升上来，这有人在买，对不对？那重点呢？我事先算出来，来到这边，你怕什么怕？你看上面小朋友，他是不是在这里又低档？那这个点，我跟哥讲，这里买，我以后这里要卖，我已经算好了、哦。我首先跟你讲了，3406。未来镜头都会，以后都会双镜头。当然，国内的手机镜头模组老大是大力光嘛，那老二是玉晶光，不过它良率比较低，但是它股价很低的。好 ，OK， 由这一段算出来，哦，这附近是买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明天会买，我今天就跟各位讲了哈。好。投顾老师没有像我这样做什么动作都事先跟各位讲。就比来讲，我们景硕为什么买在低档？61.2块为什么买在低档？现在涨到多少？我台骏为什么在60几块这边买？我联发科为什么在200块附近买？同亨为什么在这里买 ？TBK 为什么在55、56块买？这就功夫技术了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乌龙蛇道，人爱变，鸡爱清，你爱专门，乌龙蛇道爱专门，永远买在相对低，卖在相对高。你如果买在相对低，你会不会赔钱？也是会，但是你已经买在相对低了，不对你就砍掉。那你如果追涨呢？三周四唔对，十周靠停损啊，就这么简单啦。好，需要帮忙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我们2月底开课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事先预算技术让你知道加权跟个股的高点与低点，事先算出来的，外面学不到这种技术分析，那你学到了以后一辈子受用。我们二月底开始开课，台中跟高雄都是特殊的技术分析，外面学不到，我能教你。那赚钱在家学秘技，今天全面给各位五折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福报平安，花开富贵，新年到，财运到，其他投顾迎春大回馈，年年发贺岁专案，优质名师团队领先正确资讯，最大的优惠，最佳的绩效，通通都在年年发，让你财富连连发。其他投顾祝您财源滚滚，好运来，日日进财，年年发，要选就选最好的其他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最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北都 PayPay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，加一人再送数位有线电视三个月，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，全家吃大饱，免装机费、设定费、保证金，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。0809-096-111，0809-096-111，限时优惠，先抢先赢。PayPayNet，Your Net。